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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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
Welcome to Zootopia. I messed up tonight. I lost another fight. I still mess up, but I'll just start again. Hello, 病毒的关系，所以原本在风雨中的教会赶到教室里面看一遍。教会组有许多有趣的任务，平常你们只会在风雨中上看到我们班长，但是我们私底下却要不断的学习如何让教会变得更顺利，就是所谓的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。在这一学期里，我们去访问六年级毕业生的导师们，对于毕业生有什么感言？在这一次的访谈中，我们不只要准备访问稿，也要提前和老师约时间、地点，以及去学习如何架摄影机。你们看，单单一件事的背后，我们要准备的事却如此的多。在教会组的这段期间，我要感谢老师和学长姐们的教导，他们协助我们完成了品德小故事的活动。在这个活动中，我学到了如何使用麦克风录音，也学到了如何写稿，我们学到了很多，收获满满。今年的招会很特别，因为是录影的关系，所以要学习的东西十分的多。在品德小故事、访问六年级导师等活动中，我要感谢景秋老师对我们的指导，以及招会组同学对我的帮助。在招会组，我遇到了许多从未遇过的事情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如果对以上的活动有兴趣，欢迎加入我们招会组，等你哦。并没有听到任何警报器响的声音，是透过了隔壁的民众跑过来才知道说发生了火警的。我们那时候在唱歌，完全不知道说有失火这件事情，是隔壁敲房门才知道。那我们有个门，不知道是升降梯还是什么，门也打不开，然后我们就整个蹲在那边困在那边。救出去！
156位，其中有47位有送医啊。那送医的这47位的民众当中，其中有7位啊，在救助的时候已经是 OK 了这个情况。如果在室内活动的时候，同学要记得在 KTV 或者是百货公司，请去记住它的逃生路线，以免在 KTV 发生火灾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来不及做逃生，那意外就会产生了。我爸说要带我去爬山，但是呢，我看现在预报说好像会下雨。你还要去吗？去啊，男子汉就要去。好，户外活动呢，如果遇到天候不佳，像是刮风大雨的时候，哇，闪电打雷，千万不要冒险，不要晨泳啊，就是说我一定要再去参加这个户外活动啊，反正我是男子汉，没有这回事，生命安全比你是不是男子汉更重要。学习成绩会一落千丈。